外面的男人是不会对我们真心的。你会后悔。好久不见了，李少文，建筑师。星河造镇案部分的土地产权出了问题，开发可能会因此而暂停。这个不支持的女人，女人只要一碰到你，很难不被你吸引。是少文不见了，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然不见人影。还有什么地方是他可能会去？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亲爱的，我爱上别人了。